珠宝设计讲求美学、创意和工艺三方面结合，懂得发挥创意和设计技巧，就可以制作到既新颖又独特的创意作品。读完中三之后，觉得自己对设计好有兴趣，希望早啲循呢个方向发展。职专文凭的珠宝设计课程，内容既有设计元素，又有机会落手落脚，亲身学习珠宝制作的工艺技术。呢一科讲求创意和技能，由设计概念到电脑绘图，令我哋明白每项细节。更完美的创意都必须配合精细的珠宝工艺才能够展现出来。 DVE 的课程与时并进，还让我放眼世界。在院校学好了基本功，还有机会参加海外比赛，和世界各地的年轻选手交流竞技。拎到奖令我肯定自己的技术。只有不断进步，我才可以和其他前辈一样，做出一件又一件巧手的作品。专业技能，前路通行。